我们现在要学的是长方形的面积。我知道长方形的面积是 base 乘以 height，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area 会是8乘5，然后是40，我的 area 是3乘7，然后21 cm square，这个也是 cm square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它的 area 是2.5乘4.6，所以我在这一边2.5乘4.6的时候，我拿到的是这一个11.5 cm square，然后我的这个 area 是7.6乘4，OK，7.6乘4，7.6，然后再乘以4，然后就会拿到的是30.4 cm square，然后在这一边我的 area 会是8乘8，然后它会变成64 cm square，我的 area 是1.2乘1.2，然后它会变成1.44 cm square。OK，我的这边1.2 square，然后它会变成1.44，对，好，就是这样。